是刚才说的生而向上，敢想敢搏。一博觉得呢？对，我也觉得敢想敢搏特别好，就比如我的发型，我想做我就去做，这样。哎，比如我的发型，我想剪我就剪。我倒觉得其实就像一博说的一样，要给每一个生而向上敢想敢搏的人点赞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勇气，有这样开拓的未来才最棒。我可以摸一下这个是不是很像一块皮肤？嗯，是，对。不害怕吧？啊，不害怕吧？这个盲盒，这么大的洞，这么大的洞，嗨！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谢谢你们，啊，拜拜。奥利奥利奥利奥奥奥利利奥 lovely 奥利奥利奥利奥奥奥利利奥 lovely。